大家好，我是雷莹。独弦琴是一件泛音的乐器，因此有它独特的演奏手法。这件乐器非常奇特，虽然归属于弹拨乐器，但是演奏出来的音色很接近弦乐奏出的音色，有的时候呢很像人声，像女孩子在说话，在歌唱。独弦琴最擅长演奏一些委婉、抒情、缓慢的一些乐曲。接下来你们听到的这首《梵天》呢，是由青年作曲家梁欢创作的。我个人觉得这首乐曲的慢板部分非常能够凸显独弦琴的这种音色特点。作品用到了打击乐、花腔女高音、大提琴、独弦琴等等这些音乐元素。那么通过他们之间的配合，来勾勒出每个人心中的那个梵天。